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毕加索。在这个全民直播的时代，在你的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主播粉？不管是微博秒拍、皇马区、粉丝区、游客区、微博区、各种区，随时随地24小时关注自己的老大的，随时动向。我家阿姨在唱歌，连唱歌的样子都那么漂亮，么么哒，刷他妈了！作为一名合格的主播粉丝，白天上班看不了直播怎么办？没关系，晚上看回放。当主播遭遇了我认为不公平的时候，我会这么做。你这公会不给刷钱，垃圾公会，平台不给推荐，垃圾平台。微博内涵，我得去他的微博上面留言，捍卫我们家老大的尊严。垃圾平台，欺负我家老大，垃圾，早晚倒闭，垃圾。主播不按时直播，或者是直接放鸽子的时候，一定要兴师问罪。停下！是不是熊二姐就要爆发？不是的，宝宝们，我最近生病了，医生不让我过分操劳，我休息几天，对不住了。原来是这样，老大你要注意身体，老大就不能死，老大，我跟你说，从1314，我给你开守护，我错怪你了，好气吗？如果我家老大被黑了，我一定会为他讨个公道。又来黑我们家主播，这些八卦主播，举报举报！是我们家主播离婚被人包养，举报举报死你爹了！举报让你播让你播，早知是我们家主播不好的偷走举报。凡是主播要参加的比赛，我一定要全力以赴。没错啊，下个月不过吃泡面，刷马上就追了，对方起飞了，我们三家干飞机。如果比赛没有赢，一定不是我的错。哼，你们这些土豪还不快刷点钱安慰我家宝宝，都怪你们手速慢，我家宝宝才输了比赛。哼，小拳拳求你休口，快快刷钱，都怪你们。老大家的土豪去了别人家的主播那刷钱。哼，水大哥肯定是被勾引过去的，说不定现在都已经约了，风雨同舟你不陪，荣华富贵你是谁，等着被甩啊，长点心。如果自己家老大跳槽去了别的平台要怎么办？当然是跟着呀。哎呀，哪个平台呀？马上下载呀！我，哎呀，现在这个吗？呵呵，现在。哎呀，哎呀，找到了！哎，好，3394，真帅这个主播。主播现实中结婚了？这些女主播不就是为了帮土豪在直播的吗？网上打扮那么美，现实中指不定长什么样。哎，土豪真可怜啊。主播退网了怎么办？哎，给他最后刷一波吧。我家老大退网了，以后都不知道上网看什么了。太没注意的他了，不要太熬夜陪这个死胖子了。以上内容纯属虚构，如有雷同，来打我呀！温馨提示：适度打赏有益身心健康，家庭和谐哦。